我就居然发现鞭子居然还是鞭子哎，它就是乱七八糟洗的，它就是乱七八糟洗的，它就是乱七八糟洗的。我家女儿今天是给爸爸洗澡的，洗完澡在帮他吹头发的时候，就发现头发打结了，结果我就居然发现鞭子居然还是鞭子哎，洗完头发的头发还是鞭子哎，怎么洗的？我请问，它就是乱七八糟洗的。小妹妹总结的太好了，外面脏辫还要花钱，这个不用。爸爸是不是欧北 CC？ 感觉妈妈下一秒会拿鞭子出来修理爸爸。它就是乱七八糟洗的。